言语不起作用，想看到具体行动，让你脑开启进攻，快靠近我。当你离得通透，习惯不准你触碰，so 我们一起云端漫游，快要发不出声音，该如何回应？那就行动中感受，管它有没有用。别开炽热的眼神，别假装，别过问，别表现陌生，冷漠的口吻，我面太残忍。 I wanna be your girl, tell me then. Just tell me, just tell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I say you all love me, boy. It's getting me, getting me when you love. 지금停不下来，别太快，仔细看自己的表达，相信能打开，新主题新时代变化，逐渐逐渐沸腾期待，快快快快快快，大脑在牵引，歪歪歪歪歪歪，疯狂的着迷，荷尔蒙陷阱，请带我逃离，爱在最快，快快快快快 ，It may be alright。沙漠我愉快，你别送我 rose。变成我 be love， 调整呼吸 like， 卸下防备 like I'm in your heart， 光怪陆离冒险，精彩不断上演，思绪崩塌一触即发， I'll be ready for you baby I can give you heart， just tell me just tell me you'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say you will love me boy， it's getting me getting me when you love， 激动停不下来，别太快，看自己的表达，相信能打开，新主题新时代变化，逐渐逐渐沸腾期待，快快快快快快，大脑在牵引，歪歪歪歪歪歪，疯狂的着迷，荷尔蒙陷阱，请带我逃离，爱在作怪，快快快快快 ，It may be alright。新旋律，紧握紧握的手，仔细看自己的表达，相信能打开，新主题新时代变化，逐渐逐渐沸腾期待，快快快快快快，大脑在牵引，歪歪歪歪歪歪，疯狂的着迷，荷尔蒙陷阱，请带我逃离，爱在作怪，快快快快快 ，It may be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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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n be defined。大家稍安勿躁，大家稍安勿躁。现在我，那个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个事。哎，能听得到我讲话吗？能听到我的讲话吗？不对，等一下，我这里是下
那我们好不容易回来的，嗨大家，这里是开了家乐，来自 A 色，王家乐回来啦，我来接你们回家啦。Hello， 这里是 A 色的队长以及舞蹈担当贝拉，大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就是站着的同学能稍微疏散一下，不然我们待会整个节目都没有看了。或者后面的同学能帮忙维护一下后面的那个人工通道的那个秩序吗？就是保证能够大家能够顺利的走通。好像已经有听到有小伙伴在响应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号召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嗯，动起来，动起来。嗯，我们非常期待今天也能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且顺利的线下活动，但是安全一定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对，嗯，大家一定要听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哦。没错，好像说人太多了，空间不够用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大家真是太热情了，谢谢。嗯，我们的一个伙儿热情又听话。谢谢你们，好乖哦。是呢，婉婉什么声音啊？怎么了？我感冒了，怎么样？感冒好几天了，有一点点感冒，然后说话都是有一点点感冒。在破音与未破之间来回徘徊。因为练完舞之后浑身是汗，然后去空调下吹太久，然后就感冒了。大家要小心哦，你们在现场感觉很热吧，一定要不要感冒。注意一下。工具人把线上的声音先放一下好吗？那个能听见我讲话吗？可以的。你们五个帮我疏散一下后面，就是在。我们嘉宾的小伙伴，大家，我们大一点声好不好？后面的小伙伴们，听到了吗？大家疏散一下，我们千万不要挡到我们的消防通道。对，是的。为了今天我们更顺利的演出，请大家配合一下啦。我们一起喊一下注意安全，好不好？好，3、2、1，注意安全。我听到了我的回声。我们知道大家一定都是非常听话，而且希望能够顺利参加线下的一个活儿，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安排，顺利的把消防通道给疏散开来，然后我们今天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线下，好不好？好。上面夏天没被影响，需要我怎么说？上面好像没有水。我看到我们的镜头推进了，我们的另外一个镜头已经推进了，看到我们后面的小伙伴们，各位大朋友，那个抱着抱枕的小伙伴，那位穿着黄色帽衫的小伙伴，好鲜艳，好鲜艳。
暂疏散了，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大家的配合，哇，谢谢大家，流汗豌豆，豌豆豌豆，豌豆豌豆，还有好多豆，还有奶豆、燃豆、热豆、背豆、拉豆，拉什么？你什么时候拉豆？拉豆？我再想想，你什么时候换呢？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好多人去往家乐的照片那边去打卡，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对呀、还有我有看到两个出 cos 的小姐姐，非常可爱，同款，爱豆同款，爱豆同款。就是这个 cos 福祉萌好像多了个东西。那草莓袜子可不是我的。哎，还好啦。谢谢你们，都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呢。我们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很多很多游戏，还有很多很多的舞蹈表演。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我非常想知道我们今天现场到底有多少手幅啊、灯牌之类的，大家举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到音源放也是。小伙伴就把手幅举起 来，然后我们这样子，我们只举手幅哦，大家不要站合作，防止发生踩踏的事件，好不好？可以吗？让我们一起玩。好，来，预备，从左边一走。走。我们能不能再从前面往后玩一下？大家一定要我们听一下现场工作人员说什么。好好的。好的。好的。现场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小。对。好。好。好的好的，我们会配合。那你跟伙儿们，我们等会儿再见面哦，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等我们一下哦。啊，我不到啊，我不到啊。那我们先跟我们的弹幕们聊会儿天啊。我们现在现场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一下大家在说什么。他们说才八点，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现在八点应该都还没有吧？不是才一点吗？点都没有。现在是下午，不能说晚上好，刚才我说错了，不要跟我学。我跟你们讲一下，主要是因为我们到现场的朋友们太多了，对，然后大家没有想到会这么的热情，所以需要稍微的疏散一下现场。不过我们稍微等一下吧，等一下我们肯定会如期，也不一定，等一下我们一定会顺顺利利的再次在线下跟大家见面。没错，其实没有赢或不赢了，只要能够跟大家见面，我们就会很开心，开心，开心。那我们现在聊聊天吗？我们乐今天回来啦。我们就是先完成一下大家就是一直跟我们说的那个愿望，好不好？我们喊一次五个人的 ASO， 来，预备，大家 好，我们是 ASO， 愿望达成。愿望达成。那好了，这是几？这该不会是六吧？干嘛？我上大学了，好不好？要问一下贝拉，贝拉，这是几？这是几呢？打电话。能和你们见面，我们也很开心。我们也会很开心，好感动，感动就好，感动说明你很在意我们哦。葛来人加乐，葛来人加乐，乐不识数，识的，我可厉害了。来，之前那给大家从一数到十去吧。哎，这是什么幼儿园汇报吗？一、二，跟我一起读。二、跟你一起读。三、四、五、六、七、等一下。
考试我教你六六可是太过分了可是我小时候幼儿园的老师他没有教我单手比六、哦、他只会这样教他是想教你加法加法五加一等于六这不会是等于六你们两个小朋友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小朋友很聊得来你知道吗干嘛回事我们也才3岁谁是小朋友啊两个人加起来3岁还是今天是来春游的吧我们俩不是、我比贝拉聪明多了他这次回来他说乐你怎么越来越像我了我才没有呢你干嘛要骂家乐就是你为什么说他不聪明问大家一个伙伴你们比六应该是这么比的吧是的吧有几个人是这么比的如果是这样比的请打出5+1如果是这么比的请打出6我呢可我浙江幼儿园就是教的这样的是六真的让人圈子圈子六奶铃什么坏女人啊我怎么又坏女人了坏女人了是吧我也觉得为什么奶铃是坏女人嗯坏女人65+15+17多久7啊5+1等于7为什么他们还在说6这是减一6这是65+1这个6为什么会有人说7-17-1哦这又是所以他们是怎么比这样比上7-1那不是大拇指吗这是7吗这不是棒吗这是7这是7好了别吵了别吵了他们说大聪明是会互相传染的哎呀不好意思的像我不好吗多聪明呀、啊、算了智商137哎呀你上次不是说2.5智商137然后7-1是吗然后就是6这个怎么读聪明吧拿脑子换的我不允许你这样拉姐开始骄傲了是吧那是啊我们贝拉一直都很自信很骄傲是呀、啊、是我们 A 兽的骄傲怎么你支棱起来了是吗不然怎么会是我们队长呢那当然啦哎、啊，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下这个动作吗不是贝拉我是差普普通通差个腰罢了他是怎么了腰就在这里嘛干什么、脖子以下全是腰是的脖子以下全都是腿加一个起士一个盘在上嘿生气了哎你们两个靠前一点做这个动作嗯然后我们稍微让开一点3-2-1呀哎有没有人可以做成动图然后在底下 P 一个就是幼儿园汇报后什么男老师、啊、这不是你教我们的吗我什么时候教我教的明明是这样的好像也没有很多男生这样子不行、哎、这样子可以、哎、累了因为怎么了因为你手短所以插不到这里手短哎不像我们、哎、我就手短我就要这么差晚跟我一起为什么你们还会有你也来吧哎我们、啊、我从拉姐从我们有够长的腿你昨天发现你来预备等一下预备来预备这边从这边开始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三个第四个你们真的广角镜头了不起呀、啊、广角镜头女生这边不知道奶铃拿了昨天怎么因为昨天我们发现就是它就是一个广角的镜头然后呢到镜头边会有畸变所以我这边的腿那么长到了这边就这么长干嘛、啊、就这么长我自己本来腿就很长不需要借助就是镜头的帮助啊什么的、就是、没关系鞋脱了讲话鞋脱了讲话啊你说什么拖鞋讲话啊什么拖鞋讲话我不知道你看你腿有多高呀我们穿的都是平底鞋我们聊了这么久我们不知道就是线下的小伙伴是不是很热哎呀线下的小伙伴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等一下号召一下前排的那个我是说这个顶碗我是说你们热吗你们热吗热吗哎感觉看到现在的我们等一下该下雨了没关系凉快一下嘛对就是啊降个温嘛然后把雨下到那个碗里面然后大家一人一口喝一下、哎、哦对大家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要注意多喝水啊最近天气开始热了是的、开始热了大家一定要严防中暑对多喝热水对就像是哎
我练完舞之后又热又干，然后在空调下吹吹吹，就把自己给吹感冒了。你们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嗯，然后你说话就会在破音的边缘徘徊。我还好了，他今天跟我们说话的是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美了。婉婉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她就是她的这个嗓子是根据这个时间来变化的。我早上听起来她是这样讲话，到了晚上就恢复。我说啊，那明天肯定好，明天早上好。然后而且早上起来还会有那种鼻音，早上好，早上好。他们都说婉婉这样子说话好奶哦，奶奶的。对啊，因为婉婉本来就是我们里面最小的小朋友嘛，就是小朋友他声音稍微奶一点也是很正常的。有个鼻音什么的也很正常。然后经常会就是这样子叫姐姐啊，什么冉冉姐姐啊，什么林姐姐，冉冉姐姐，奶林姐姐啊，我哪有，我哪有。而且婉婉还会特别强调，婉婉会特别强调，你们不要笑我，然后对，不要笑我。我那是早上鼻子没有通气，好不好？然后乐回来的时候，乐本来刚回来的时候，他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拎着他的箱子进门，然后我们还在啊，我们的酷盖回来了，然后他把帽子一摘，我回来了，我想你们。就是感觉这个帽子好像是乐的什么开关一样。就是我这趟回来，我觉得我成熟了很多。是吗？对，是当时刚进门的时候特别成熟，提着你的那个行李箱开门，晚上好，摘帽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一个玩吗？是的呀，我们都回来了。什么酷盖？什么酷盖？哎呀，酷盖呀，可爱这种就是人的某一 part 某一面嘛，不可能每个人都每天都是酷盖，这样子的话我不会太单调太无聊吗？就像我。就像天生酷盖是吗？早上的时候是美羊羊，是晚上的时候是懒羊羊，然后中午的时候是小恶魔，中午的时候是小魔王，加上韵了，婉婉，夸你，四根四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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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变小象啊，还好了，也没有了，然后。还有什么？然后他们说婉婉不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体吗？乐，你知道这个梗吗？就是这样的，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这是什么？这是他当时填那个芝江入学表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评价自己，然后他说他自己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他自己评价的呀？对，哇，哎，真行啊，他真敢写。他当时都不想承认。我觉得他是感性的极端，这是个小哭包。你哪里理性？你姐，你哪里理性？你先不要说他，你不也是吗？哎，我们看，不是我们翻出来。哎，有没有看了那一场直播的？有没有看了那一场直播的小伙伴？我们乐当时写那个报名表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嚣张，然后所有的就都只填了一个波浪号。对啊，是一定要，还有波浪号不够写。不是，我当时写的时候可认真了。我又真没出演了。哎呦，有一个会说你可真行，你可真敢写。像不像我们家然？我们家然写的怎么当初的入学这个什么志愿表就很普通嘛？对呀，普通的写就好了嘛，写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对，我也不像我们婉性，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也不像我们乐性，就是乐静至四舍五入。你看他们都在发波浪号，波浪号就很可爱呀，很感性。上次还说了，然后句号是理性是吧？句号就是代表一种情绪，问号是质疑，哈就是拉姐的那个哈，哈叹号就是婉婉的是真的这样的情绪，每个都有，对，每个都有情绪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们的波浪号一样耐心的等待我们，就是特别是正在等的小伙伴。如果要是有我们正在等的小伙伴们在看直播的话，就我们稍等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见。对嘛，不很热的话你们就发一个言文字告诉我们你好热，记住就是那个表情包加一个流汗。来你来我前面，来我前面。对，太前了。我都说了不要挡镜头了，对不起嘛，硬要拉我，讨厌。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都在波浪号，波浪号，谢谢你们，着火了。
他们都在安慰我们乐哎，他们都在用波浪号安慰乐，就是什么话加上波浪号就会变得很温柔。上次我还看到是说一句话后面加一个那就非常可爱，是哪？那是哪？是哪？是哪？婉婉吹唢呐就不可爱了，吹唢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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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个波浪号，那哪就可爱了吧？哎，耶、yeah ！但是我现在、yeah ，我现在听婉婉讲话都带有一种波浪号的感觉，反而感觉不到波浪号那种。主要是婉婉是一个字一个波浪号，这样啊？什么？哎了嘞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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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快乐星球。快乐星球是我们和我们一个伙儿在一起。嗯，和我们一个伙儿在一起就是快乐星球。嗯耶、yeah。 嗯，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空间列车，你们有看到吗？给你们参观一下。我们不是还没有流星、哎、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窗户呀、嗯 yeah， 北极星掉下来了，因为是太空列车嘛。富贵富贵。嗯，就是我们不是也说我们乘坐太空列车、嗯、然后在线下见面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太空列车。哇、嗯、看到了吗？还有极光。你昨天给我看的流星我没有看到哎。嗯，仔细看看，仔细看也没有手到。三二一，六二三二哎，这波和流星配合的不错。流星全责好不好？北极星配合一下，来来点作用一下哈。三二一，然后北极星咻咻，哎呀，但是好美啊，好美，我也觉得很好看。我想要这个颜色的眼影。快，我们北极星们发一个咻，然后就是北极星过去，就是流星。三二一，咻！啊，我看到我们的，看到了，这么配合的很好。被极光，他说这个叫，嗯，怎么还有说是陨落的？不是陨落啊，是北极星为了完成贝拉的愿望，特地来到了他身边。怎么回事呢？嗯、对，我们的一个伙儿们不是也为了完成我们的愿望来到了我们身边吗？嗯，嗯，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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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线下还需要稍微准备一下、嗯、那不然我们先玩个游戏吧。我们先玩哪个？你们想玩哪个？先把尬的玩了。什么？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哎、你以后还想想不想要镜头了？我怕待会把我给尬住了。我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我玩什么呢、嗯、就玩玩哪个呢？玩哪个呢？这样吧，我们就是给我们线上的观众们、嗯、我们来挑一挑好不好？嗯，我们有你来比划，我来猜，然后合唱好像暂时玩不了。嗯嗯，还有一个关键词造句。哎，我觉得关键词造句可能可以玩一下。哦、嗯，对，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弹幕的话会有词，更方便玩。哎、我以为是出给他们。啊，是吗？哎，这一下我们两个人就是区别就出现了。他是哎，让大家给我们猜词，我是我们来考考大家。一起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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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一起造嘛！这个游戏我们一起玩吗？你们要玩吗？费脑子吗？这不费吧？好，没关系，比那个难一点。你们两个就是不是已经越来越像了？就要费也。一般没有这种展现水平的这种语言造诣能力的，我们两个岂能认输呢？大聪明不来点用用脑子，不说大聪明不用用脑子，只堪忧了是吧？哎呀，大聪明先来。那我也觉得我们可以让大聪明先来，来，大聪明来中间，来，我们往那边走一点。什么游戏啊？玩什么游戏啊？我们玩关键词造句。好，工具人，我们先把我们的投屏放下。哎呀，它好大呀！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准备了一个词库、嗯，然后它是可以滚动的。大家已经看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为贝拉来选择三个关键词，不是猜歌名，造句，都是关键词造句。
那我们下雨了，下雨了。看，我就说你们要说我们尬，要说我们下雨了，待会儿就给你让你开心起来，哼。然后等会儿我就抽到一个下雨了。哦，他们说下雨了，原来是在说词库，我还以为他们又在说我尬呢。没关系的，不会的。那我们先倒数三秒钟，给拉姐抽出来第一个词吧，来，三二一，定，点赞。点赞点赞，给你点，果然年底反应点赞，头皮三连，一点，这俩小的又怎么了？他们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帮忙争取，我们在宣传我们自己，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多多点赞、投币、关注，一键三连，收藏一键三连。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词，这个拉姐要自己选吗？我可以吗？这样子你做这个动作，然后在你停下的那一瞬间，就是定格的那个词就是你的，好不好？不过你还得喊一下，我怕工具人看不见。那我开始了，快来，快关键关键关键，三二一，哼，就一下。让我们嘉乐来给拉姐选好不好？我看到好多人说乐，你说话呀，好说说。那我肯定会给你选一个好词的。那我们开始选，你给我随机选。你给我随机选。怎么想操作吗？乐乐 ，MC 在你旁边哎。那我们随便抽。你好歹离我远一点，你再安详好不好？你到那边，然然旁边去说你要黑箱啊，他不让我去。待着。那我们。你放心呢，我肯定会给你选超好的词啊，不是，肯定会给你随机抽取出非常好的词。给你，开始了，滚动，考验嘉乐动态视力的时候到。我三定，他不听我的。难道工具人你就没有99%的问题吗？那我走。没事，你留下可以的。哎哎，怎么又开始滚动了？啊，来，我们先把我们的投屏收起来。收起来。去。那我走就那我走。挑拨关系。收起来之前还是挑拨关系是吧？那我们的第一个词就是点赞。点赞。第二个贝拉给自己选的词是。就一下。就一下。他忘了，我打错一下，我想要，其实我也忘了那个。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是啊什么来着？就一下，那我走。最后一个是那我走。好的。好，等我们贝拉用这三个词给大家造个句哈。造的好，大家就夸一夸；造的不好的，大家也就说夸一夸。你来，那你们就不通过，让你给贝拉出个小惩罚。哦。快到快点，徒弟加油！我们已经给拉姐很长的时间来思考了，她气到转圈。我刚刚都已经帮你想好了，点赞、收藏、投币、一键三连了。不是，我刚刚跟婉编了一段。你俩等拉姐说完，我俩编一下，等拉姐说完，我完全没听见。嗨，大家，你们看到没？我们用三个词组一句，造一句话，然后第一个词是啥来着？点赞。第二个词是救一下。第三个词是那我走。那我走。我想想，我刚想好了，我刚想好了，有思路了，请讲。有思路了。算了，那这样吧，我们把，你说，一个环吧。哎。还愣着干嘛？赶紧去点赞、啊！然后呢？不点赞！各位旁边的、身边的，救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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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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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那我走。你真的写了篇作文啊？这不是我刚刚，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表情包演绎的，它还是一串的，还有这个情绪的变化。嗯，婉婉和佳然刚刚想到的那个呢？啊，没关系，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家聪明编出来了。对。下雨了，下雨了，尬住，还好吧？这都能过。这个故事不是起承什么起承转起承转折。那我们先跟我们的就是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i， 我们是 ASO。那我们既然刚刚跟我们的线下恢复了联系，那我们就先来，我们就直接来节目吧，好不好？我觉得你们过来肯定就是也是会想要看节目的，对不对？对的话，举起你们的手，我看一下，上精彩的喽！对，那啊，预报射开，是 A 吧？谁是第一个？是背了，怕你们不知道，跟你们说一声。来吧，听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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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号，问号，问号，问号。好的。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我背过身去了。跟我挥挥手。好的。I'll be there. 风
举起来啦！谢谢你们，看到大家的音乐啦！谢谢你们，啊，好亮，好亮，好刺眼！是什么？是顶碗人的光芒吗？那我们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贝拉，贝拉，带来的，看得见我吗？来中间好不好？哎呀，Hello， 你们能看到贝拉？举起手！那先换一下衣服好不好？来吧。啾！啾啾！耶！我们是现场的一个活儿们，也要换衣服吗？我看到有人开脱。我们也非常期待看到拉姐这身衣服的 idol 同款，好不好？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拉姐的单人舞蹈，名字叫做山神。哈哈哈！山神。那我们交给拉姐。别着急啊，我压个腿。你慢慢压，慢慢压。热好身很重要。等一下，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应援，好不好？好。要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红。师父。无论是炎夏或寒冬，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前，早退这招叫清玄，破轻功飞燕。我七星一马力破天，一身正气荡人间，出八两我心愿，老师傅再见。要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风。无论是炎夏或寒冬，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前，早退这招叫清玄，破轻功飞燕。我七星一马力破天，一身正气荡人间，出八两我心愿，老师傅再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师傅什么叫做我左手一式太极拳，右手一剑刺身前，轻功飞燕，我七星一马力破天，一身正气荡人间，出八两我心愿，老师傅再见。几个亲属类的称呼，哎，你们收敛一点，怎么回事啊？大家啊，没关系，大家想叫就叫呗。叫也不是不可以了，也不是不可以了。那你们喜欢我们拉姐唱的这首《下山》吗？喜欢。
哦，再下一位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 Carol 加乐，加乐，来吧，来中间。嗯，你们想看吗？你们想看吗？想看。手忙脚，哎，就这样，就这样，动不动就干嘛了，对不对？对不对？怎么有劲啊？我刚刚一转身看到后面两个小的，干什么？没说你，我说两个接下来舞蹈适合的运营方式是吗？嗯 嗯，这个怎么样？就这个吧，那就这个吧，那就这个吧。跳起来啊！嗯，来吧，那我们大家注意安全哦。我要先换上我的战袍，工具人，我们的战袍。我以为换衣服，耶！还有那个，要不要衣服换回来？啊，我换回来。突然长高，贝拉衣服又换回来，好看吗？好看吗？小时候是怎么叫吗？是不是啊呜？那一想到你，我就呜。那接下来这首《盲症》送给大家，记得要和小乐爷一起跳，扭起来哦！好，来吧，记得哦。
行，太好了，太行了，请坐，请坐。好，那我们的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戴安娜，戴安娜，戴安娜，哇、哦，高呼声，人间小宝贝，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嗨，我到了，加油。楠楠今天要跳一首，你不能跳这个，你要跳这个，我不跳这个，我在后面给你们搞气氛呢。那你要跳什么 ？Be with you。嗯，那你给大家定一个应援的姿势好不好？随便跳吧。还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颜文字吗？哦。你们记得吗？就是手一直抬着很累，你们还记得吗？这样吧，这首歌到它副歌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重的鼓点，是大家双手在空中击掌。阿维哟嘿嘿嘿嘿嘿嘿嘿，大家和我一起好吗？我们一起好啦。大家不要坐下。那个辛苦大家，还是站起来好吗？真的真的辛苦大家，看演出就啊，不是我，我们也站着，准备好，我们也站着，谢谢大家，一起站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啊，音乐没有准备好吗？那我再聊会儿。不要这么说，给自己扇扇风。扇扇，扇扇，呼呼。哎，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吧，一起，一起，大家呼，来，三二一。这吹的怎么还有雨啊？啊什么？那我们仍然准备要跳的是 Be With You， 之前也有为大家跳过，是一首非常欢快的舞哦，还唱过呢，真的真的，要跟我们一起哦。那我们准备一下吧。正好我们仍然也可以跟我们的一个伙伴聊聊天，聊聊天。我准备好了，谢谢光临大家。我准备好了。Right here, I sing a song for you. I cheer for beady beady with you. My songs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Follow me, our dreams will be true. I'll be here.
的小朋友没有开麦。啊，又是你，是我，我开了。哦，我没开。A B C D，不是我。你们喜欢然然的救救我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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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然然真的。干嘛？来，我们安静。然然憋住了。没关系，待会儿你跳完不用憋，我允许了。那么，你们就是你们想看我跳单人舞蹈吗？哎，不用你说，没事没事，有那么一点点是这样子的哦。今天我们的表演呢，就是 A B C D E， 所以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的奶铃困，我是奶铃什么困。那你们是我想一下，我们今天不是还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吗？嗯，然后我们找了很多能够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游戏，你们想玩吗？想。但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继续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游戏吧，也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怎么了？就是德智吗？万一我说错话了怎么办？没关系，他们会体谅你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造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可以滚动的词库，我们的工具人已经把屏幕打开了。接下来我们刚才贝拉已经造过句了，那我们就顺着来吧。哎，这个时候怎么不按 A B C D 的？哎，我们往这边来一点点。嗯，好。哎，奶铃，要不这一次我们这三个词都让现场的一个伙伴们给我们敲吧。我也是这么想。可以，我们可以把现场的声音调大一点嘛，有点听不见。对，我们需要大家热烈的声音给到我们反馈。说停，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停。听到了，听到了，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为我们的嘉乐选择三个关键词喽。首先是第一个，大家跟我一起喊三二一，好不好？3 2 1，停！1米8，是不是抢了谁的词啊？No. 好，第一个是大家为我选的1米8。嗯，收到，收到。下一个，那我们下一个要怎么挑？下一个还是就是我们毕竟也是很尊重个人意愿的。我们的第二个就让我们的嘉乐自己挑，好不好？可能，但是你要背过去。又是这个套路。啊，怎么啦？我已经看了停，但是根本不停。让我选才不会选出什么好词，好吗？走了，来，我们嘉乐自己转身的那一刻就是停哦。来吧，3 2 1，定。下雨了。哎，偷了两个人的词。哎，要不是又偷了谁的词？那我们的第一个词就是1米8，第二个词是下雨了。第三个词很关键啊！不用撑伞啊！不用撑伞啊！我看到有人把伞拿出来。第三个词，我们这个样子，我们3 2 1，然后让我们现场的一个伙儿们举起我们的灯牌和手幅。大家举起来的那一刻，我们把词停下，好不好？来，我们的工具人把词滚动起来。3 2 1，举起来！哇，正好停在了超勇上面。超勇的，我们的一个伙儿们也超勇的。你们好棒，拉姐，好难哦，这个句子。还好，1米8，下雨了，下雨了，超勇的。我跟你说，我1米8，就下雨不会伞。1米8，走，我超勇的。我1米8，外面下雨了，我不撑伞，走在雨里，我超勇的。哎，你们在这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已经有的两个答案。外面下雨了，我不撑伞，走在雨里，我超勇的，这个也差不多。然后这个词，这个句子不能用了。啊，没有这个规则。有这个规则的，我临时加的。啊，下雨了，那能怎么办呢？你是 MC， 你说下雨了，1米8，超勇的奶铃走在光脚走在雨里，竟然还1米8。我知道了，所以说我是这样子走的。来，给我让一下，我肯定是这样子走在雨里，竟然还1米8，不是超勇的。
啊，所以你超勇的，好厉害哦！按自然规律来说的话，你应该是这么走的。过分了，这个但是你们今天教我的那个走路方式也可以防止这个雨溅到身上。来，哪一种？提臀。看一下。对不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动作的精髓啊！来，我们嘉乐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的精髓。首先，你的发力要在你的蜜桃臀上，大腿收紧，发力，手撑住，重心在前脚掌，出脚。不是，你上身要那个倒下去，你来，是吧？我们看一下拉姐的，要把你的整个点提起来的地方放在你的臀部啊，这样提起来，然后呢，为了保持平衡，来，我这样吧，这边排队，这边排队，我往人上，所以这个都有一个我要五脸了，我也想五脸，我也想五脸，我也五一五，我要五一五嘛，给我排队，走。三二提臀走。好丢人啊。怎么在现场这么说？哎，为什么突然之间啊？那不再来一遍吗？领导朋友们，能不能把手扶起来，把你们的眼睛给挡住啊？不行。对不起啊。按字母啊！没有，我们要等音乐。我是谁？然后按字母。为什么？谁在哪？师傅你在前面。我这个时候叫我师傅是吧？捂住眼睛。来 ，music， 切，帮我偷看。呀！对不起。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正经女团，好不好？我们是正经女团，那个，谢谢。嗨，大家好，我们是 ASO。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就让我们的婉婉来吧。有人跳过了他自己，但是我不说他是谁。我要主持。没事，反正等会儿他留到最后也可以嘛。别想跑，反正剩下的词都是他的。什么？那我们看一下工具人把我们的这个滚动词库先拿出来吧。呵呵，怎么还有人说我在摆烂？过分了！正常发挥好吗？怎么就摆烂了？我们主持人很辛苦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伤心了，想哭。那我们还是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喊三二一，好不好？三二一，停！哎，我怎么感觉这个词是提前停的呢？我怎么觉得？黑箱了，黑箱了！谢谢工具人。这个，这个，这也就好不好嘛，行不行嘛？大家都说了好词，我觉得可以的，好词啊，行啊，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还是我们让，哎，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丝滑的钻头？这样好不好？就是你转一圈，转过来，停下来，面对观众，然后摆一个可爱的 pose， 然后就可以停，好不好？准备，你们觉得呢？好不好？好吗？好，来。怎么一起选出来呢？婉婉有想法吗？我们要不就这一次听你们喊三，我们就不喊了。好呀，那我们给大家起个头，大家三二停。啊！不愧是你一个回，不愧是你们，不愧是你一个回，不愧是你们。那我们的第一个词
就是也不是不可以了，第二个词是下次，下次一定，第三个词是不愧是你，那就都是他的形容词，挺好的，直接连起来就是一个句子，我也觉得，不愧是你们，下次一定也不是不可以了，偷懒是吧？你这个也太。那这样子好了，不愧是你们，如果要是下次再一定的话，就也不是不可以，不行，休想摆烂。干嘛？哎呀，这三个词语连起来太像句子了，你们不觉得吗？下雨了，谁说下雨了？谁说下雨了？谁说我摆烂？你们走吧，那你们走。绝不像我在这儿了。通过了，可能是因为你说那个也不是不可以了，不够有灵魂，你要带上动作。那下一个就奶铃也不是不可以了。奶老师，果然大的要来了。这样的吗？哎，我本来还说奶铃最后一个，人任务完了之后剩下的词全是奶铃的，然后让奶铃只能用这些词造这句。太过分了！我们一个我们可以吗？下一个就让奶铃来吧。那你们准备要怎么来帮我选词呢？我们就再一起喊一次，给他选好不好？好，那我们先选第一个。那你背过去。他们给我选，为什么还要我背？你还是要背过去，不能让你有时间思考的时间。我怎么有一种不太好的？来，我们预备，三。转很好，转的很好。你们想哪个随便听，快点听一个。你们，好词好词，快点！词太多了，这是词太多了，这是不知道怎么到这个的。他就停在这里了。是一个会选的，对。他们选还选了一会儿，真的。他们还挑了一下，我还想快点选呢。你们干得好呀，谢谢你们一个会儿。我们来，不用谢了，哎，不用谢，不用谢，第二个词，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是第二个词，能不能让我跟大家一起？哎，不能，哎，不太方便，不能，第三个让你选，第三个让你选，规则临时改变了一下，我们的规则是很激动的，对，很激动的。一个火满足的好吗？预备，三。手指他们，第三各位，各位，我把你们捧在手心，好吧？然后叫这两个班长。好，第三个词跟大家一起选吧。第三个词这样，我说奶铃，你们说困，好不好？你不要自己 Q 自己，你不要这样子。好的，困。那我们说，大家说困的时候，我们再把词停下来。来，工具人，我们把词库滚动起来。奶铃，停！哇！耶！好了，这题你可以过了。你就是那个这个和这个的完美结合，完美结合。既然对，奶铃，既然我们奶铃是 MC 的话，应该也不需要什么思考时间吧？来吧，直接来吧。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可以直接连成一个句子。是的，想想。第一个词是风，下个起；第二个词是风情；第三个词是完美结合体。好的，再加长一点的句子啊，要超过这几个字加起来的字数哦。好，我们的 ASO 成员冉冉出现了 Shakeshi 这个梗，嘉乐出现了风情这个梗，而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就是完美结合体。耶！大家好，我们是 ASO， 可以吗？满分，满分，满分，不错，不错，不错。谢谢你们。那我们刚才冉冉跳舞跳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卖力吗？而且我们刚才冉冉也把气氛搞得非常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环节抽奖，让冉冉来好不好？
清一下嗓子。好说。给大家准备了另外的礼物，没错，就是说的。大家准备好了吗？啊，我可以喊三二一吗？可以，可以。嗯，可以的。我喊三二一开始哦，大家记得去抽奖哦。三二一，开始！也太快了吧！记得输入正确的口令哦，大家快去参与哦，快去参与哦。哎，我看到有人低头了，哦哦哦，出我出我出我，快去快去快去。嗯，看看嘛，没事的，我们的一个会儿们要天天开心。嗯，不知道网好不好。你去哪了？你是不是抽奖去了？喝水。你是不是抽奖去了？来我一会儿，我抽奖啊。大家有抽到吗？祝大家好运哦！嗯，天天开心耶！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既然结束了，那我刚才说要跳给大家的舞是不是？对吧？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好自觉哦。我要换衣服。哦，我们也好自觉哦。把你遮住。你们也自觉哦，不准偷看哦。闭上眼睛。闭上眼睛。这样可是比得出的哦。那我接下来要为大家跳的这支舞名字叫做《红昭愿》，让我再听一下。我是乃琳，快！那我准备好了。和大家互动的游戏了，接下来我们会抽人互动哦，大家要关注一下啦。嗯，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你来比划我来猜，我们会根据题目来进行表演，大家来猜词，猜对的话可以获得礼物哦。你来比划他们猜，我比划你们猜，我来，我们比划你来猜。然后我们先把我们家乐的衣服也换回来吧。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好不好？可是这样也很配。
嗯，确实很配，但是我们要穿一套的，好不好吗？好的。嗯，变身酷盖。那我们会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会抽我们台下的一个伙儿们上来来回答，如果要是猜对的话，可以获得礼物哦。嗯。怎么？已经开始了是吗？没有。我们两个就是没有约好，然后就是同时出了脚，然后滑了一圈。可能他们看到了吧，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那我们第一个词，我们让谁来表演？这个词是一个三个字的词，然后它很可爱耶。耶！我还在看词呢。嗯。哼。他都没有挣扎耶，真的喜欢。那我先表演了，我们再抽现场的一个魂上来猜吗？好不好？嗯，看好了，三个字，猜歌名，然后，然后是很可爱，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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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没有听清婉婉说什么。哇，是让他们一起猜吗？不是让他们一起猜，我们要挑人来上来猜。看来大家已经猜到了，是不是？偷偷的那我们就开始先挑一下人吧，好不好？对，那我们就选那位我的一个魂吧。猫猫拳，猫猫拳，猫猫拳。喵喵拳。我发现这位魂儿就是带一个平板过来，真的很明智，你就可以说下雨了，然后可以说我，哇，你真的很明智哎！你怎么刚才都已经在下雨了？我看到你了。嗯，那我们第一个词已经结束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词。第二个词我记得好像有谁？哎、你推什么？不是你吗？你上学？我推什么？不是还有你吗？啊，没有我啊？为什么推我啊？哦，对，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又来了。你们要是不愿意看，我也可以下去，好不好？哦，是我呀，我走了。戴克，我们这个词是四个字的一个词，然后它是一个食物。你先来，食物，食物。哎，还没开始演。演完你们再开始那个猜好不好？哎，但是先说一下，排除这个答案哦。他们说什么？奶盖拌饭，错误答案。不是。那接下来看我们然然和婉婉的表演。先看我，向我来一遍。嗯，他没有猜出来，你再来一遍。哟，两次机会还挺好的哈、哦。这什么呀？四个字。这是什么？这什么？你问我，你不是知道？你先邀请一位一个魂，看看他猜出来的。有人猜出来吗？邀请一位。为什么要举不举的？这是没猜出来。举起来！举起来！完蛋了！举起来！快举手！快举手！有人吧？那我再示范一遍。这好像我们以前没有表演过哎。嗯。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四个字，选一个吧，是一个食物，谁输的？等一下，我们要先挑人，挑人上来。嗯、我输麻了。有人说话吗？有人举手吗？举手了，举手。哎，人哎哎，嗯，怎么了？我家人，那个跳那个前面那位白色衣服的，可以说一下答案吗？一下答案吗？草莓蛋糕。不对，谢谢你，但是他不是。啊，算了，我觉得他们，我可能展示的不是很好，你再来一遍。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大家如果猜到了的话，先不要喊出来，然后要举手说，然后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一个食物，四个字。我们有没有后面的一个魂啊？我想要那位穿。哦，猜对了！这是不是我表演的呀？他说我和圆圆心意相通。你们真的很棒。那我们的下一个词哦，这个词让我想到了一些名场面哎，
是不是拉姐？除了名场面，不会又是我吧？又是我是吧？谢谢。说到名场面就是我。师傅，我诚邀你跟我一起表演。我看到你手我就好，我来了。这个词呢是四个字，然后它是一个成语，没错。在 ASO 曾经诞生了一个爆笑名场面。嗯，是这样子的，我们来还原一下那个场景。婉婉婉婉，我现在的状态是，我们被拉去选一个吧，好像已经有一个粉丝到了吗？等一下，让我选啊，让我看一下哦。嗯，后面那个红衣枪，后面那个红衣枪，红衣枪哪儿呢？来的上头。注意安全，对，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超级的敏感，与你有关，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哎呀。有什么回光返照啊，然后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样的那个四字词语啊。没关系，说出来。但是不是那个哦，不是那个词哦，是那一场同时的那一场的调取你那一场的记忆。没关系没关系，看我现在的状态就好了啊。他已经升升升升恭喜你厉害，你有一个花，恭喜，也辛苦你啦！拿着红缨枪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我们拉姐就是不给她一点回应吗？她都拿着红缨枪过来了，收到了吗？哎，小姐姐要注意安全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个词喽。哦，这个词怎么能不让我们的两位相关的？乐乐，你来吧。这和我有啥关系啊？不就是你呢？你先来，因为你是他的本。三个字，三个字。我，你，他。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我说的不好吗？好，三个字是一种水果。嗯，你说太明显啦。然而，这个词在指的是他自己。好，那下面是我的线索。看了一眼脚。就是哦，看到大家已经有人猜出来了，那你们两个挑一个人吧。对，直播间已经很多人猜出来了，我们选一个今天出 cos 的 cos 好吗？有没有同款啊？小龙，小龙，小草莓，太棒！恭喜一下这位小狼，恭喜好不好？恭喜这只小小狼王今天出 cos 也辛苦了，谢谢你。同款耶，同款耶！这位小姐姐的耳朵看起来也好，很好软，很好软，注意安全哦。千万不要被软哦，小心。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下一个词咯。这个词，好的，这个词，这个词，这就是你的代名词啊，这就是你啊，这就是你啊。好啦，既然没有来自己推开，那我们两个一起好吧？我们下一个猜词，大家听好哦，后面的朋友也听得见吗？这个我们之前啊，我大一点声好不好？这个我们不行。哎呀，好远的奶老师。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背了过去，然后三个字，三个字，记得吗？奶铃的头发。这是什么？猜到了吧？他扭的还不够吗？应该猜到了吧？猜到了举手，大家知道答案的举手，举手。让我看一下，那我就挑在那边甩我们的合照的那位小伙伴。这个你甩的真的好快，你甩的我的手音。你在说什么？就是你还超五，还超五。恭喜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个词了。这个词我们刚才好像关键词造句的时候有用到啊，有吗？什么？你想要怎么安排？没有用到吧？被我支配吧。不行，你是这里哦。好。这个词呢有三个字，然后是一种食物。你想怎么表现？你们要想法吗？中间来一点。好。你先说，伸出腿吗？一米八，对吧？三个字，大家记住。懂了吗？哎，只有一个动作吗？一二三，耶！有人看到吗？一种食物，一种食物。我和然然选一个吧，我选一个。选一位幸运，挑一个魂儿。我刚想说挑一个后排的。对，我们想说有没有后排的智商学员。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嗨，是你。智商学员。啊，你们看到了吗？知道了。没有哎，在哪里？在哪里？我看到了。啊，招什么？招生啊？照顾一下，照顾一下后面的，照顾一下后面的小伙伴们。跳升智商学员招生中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宣传。好厉害哦！我在前台一直看到一个举着奶铃灯牌的小伙伴，但是他一直不举手，我真的很想点他，但是他就是不举手。对，真的，真的。举了！都已经猜完了，这位同学。后面可能还有。等下一个一定要举哦，我们后面还有词，好不好？大家积极参与。恭喜这位小伙伴，恭喜你！那我们的镜头是不是不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呀？那边的小伙伴可能都没有机会。我们想要看一下另外一边的小伙伴。哎，我们的镜头，现场的镜头，走。啊、哦，可以移动，可以移动，可以。耶！向晚，看到你了，看到你们啦！下次一定，下次一定，下次一定，下次一定。那这个词好像也是我们的那个名场面，我好自觉哦，我一个四字词语，来一成语，它是一个成语，它是一个在成语接龙中最常用的词，第一个字和第四个字一样。没错，可以举手了，可以举手了。你们帮我圆一下梦好不好？就是跳一下那位举奶铃灯牌的小伙伴好不好？奶，你自己来点。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词了，请他。喂。谢谢你，谢谢。我们小伙伴那个词也对吗？
啊，那个词就是有没有小伙伴知道我们说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等一下喊上了，他已经喊了。那个虽然我们不说，但是你们猜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抽奖啦，我们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我们的第二波抽奖来了，三二一，开始喽！大家快去参与，记得要输入正确的指令哦，快去参与哦，快低头。我们一起说一个会儿天天开心，好不好？好，一个会儿天天开心。快抽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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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看到大家这只手拿着手机，好，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心愿箱环节了。大家也知道，我们有提前征集大家的一些心愿，大家有印象吗？你们有没有参与？有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工具人。大家许了什么样的心愿呢？我也觉得很期待，因为我们既然会去征集心愿，那肯定我们会在现场，对吧？完成一下大家的心愿。必须要完成。如果他们想为所欲为呢？应该不会。那我们来念一下吧，后排的一个魂都看不见。对，让不让我们然然然然念一下？这是跟我们然然有关的。对。好想听然然用御姐音喊一句：“关注佳然，顿顿解馋，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御姐音，这位一个魂，你干得好啊！你不如直接说模仿奶铃好不好？奶铃教教我。关注佳然，顿顿解馋，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上面是佳然的御姐音所展示的。等一下，你没毛病啊，没毛病啊。跟谁学的呀？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来。关注佳然，顿顿解馋，吃嘛嘛香，身体倍棒。我佳然你打怎么办？有人喜欢吗？太欲了，太欲了！这位哥伙儿，你干得好呀！我们来中间好吧，我发现我们只要一激动就容易缩成一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心愿箱。啊，箱呢？怎么了？紧张什么？上，心愿箱，上，上。想听嘉乐唱二次元的歌。干什么？别跑呀！别跑呀！让你别跑。哎，你们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为所欲为，怎么了嘛？就是二次元怎么了嘛？看看嘛，二次元怎么了嘛？就是，不是二次元，像那个罗小黑的晚安喵，要甜一点的还是？要甜的，甜一点的，就是嘟嘟，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晚安喵，安喵喵喵啊呜！这是小王喵！下一个，这个愿望我实现了。对啊，罗小黑战绩也是一不翻啊。是的呀，才叫二次元吗？不过二吗？你们满意吗？你们？心愿吧。来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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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让其他四个人现场表演一个奶鱼，你带我走吧。那我们应该摆个姿势好不好？他在车上，你在那边，你在那边，你们两个在那边。走吧，可以吗？好，OK， 来来，一二三，奶铃，你带我走吧！对对对
要去开演唱会的那一天，就多租几辆大巴，带大家就是我们去鸟巢，好不好？带走，走，耶、yeah! ，一起走。那不准备坐飞机， yeah! 坐什么大巴？坐飞船。啊？什么什么？鸟巢，鸟巢。来，婉婉来自己。希望有点看不见啊，嗯，希望婉婉在 BW 的舞台能展现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也希望小恩、小哭包婉婉在 BW 的舞台上不要情绪失控，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体，要加油呀 ！BW 一定会有更多的新顶婉人的，是吗？有吗？有吗？拿起来了，谢谢王王王，我这就去把我顶碗人的牌子删了，重新来一个，这样我就是新的顶碗人了。这也不是不可以，大家要开心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下一个心愿箱，下一个拉姐，拉姐这字怎么越来越小了、哦、我也觉得好多、哦、来我们来让然然来念一下好不好。然然，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夹心糖，没有立场来说教，自己也很难做到，但还是想跟你说些大道理式的鸡汤话，也送给 ASO 的大家。后悔也好，挣扎也好，都没关系，你所跨越的每一道高墙都会成为你坚实的后盾，有点看不清，也许遭受过无数恶意，也许暗地里流过无数眼泪，但还是要去相信，相信过去那些执着坚守从未离开的夹心糖，相信现在这些热情洋溢 真情实感的一个活，相信未来有更多理解你、宽容你、热爱你的人，他们就在台下，就在屏幕前等待等待你，回应他们的欢呼，非常的期待，所以你会是他们的秘密。然然然然，数字小王子，谢谢大家，好的好的，我收到，我收到大家的真情实感了，我会加油的，耶、yeah! ！谢谢，我们都会加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心愿箱吧，下一个喽。嗯，耶，出现。通六，我们的嘉心堂非常的严谨。哎哎啊！哪里？想看拉姐跟然然跳可爱的舞。我不是跳过了吗？我看到他们竖起了大拇指。我太高了。一个活宝，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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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种爱娘娘娘的，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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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可爱你，有一个活宝说哈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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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真的来个哈尼吗？哈尼哈尼哈尼够可爱吗？可以吗？哈尼够可爱吧？那跳一小段好不好？好，嗯，好。来，来，大家期待我们拉姐和然然跳 Honey 吗？他们，我刚刚有听见叫我 Honey Baby 的 Honey Baby， 还有 Honey 然 Honey 然 Honey Darling， 好甜啊！不行不行，开头的姿势不够 Honey， 不够可爱，再来一个，再，这可以吗？一可，太可以了。就你声音最大、哎、来你凶什么凶，我们换一个可爱的姿势好不好，三二一，耶、yeah. 大家要合照的快合照啊，来我们再换一个，来三二一，去干死月球。我们再一起喊一个三二一好不好，三二一，耶、yeah! 因为是跟大家一起喊的，所以说要比心是吗？是的，送给你们，
送给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拉姐和然然一起带来的可爱的舞蹈 Honey。 怎么跳我也不会了，忘记了，我上次都是 free 的。不管，你可爱一点。好，可爱一点。我们等一下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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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心情好不好？好。我指这边，左右，我猜在这儿，我猜在下面。在这边。那我们过来一点，不要挡住拉姐的头了。耶，红色高跟鞋。这个活儿你干得好呀！干得好呀！那就跟大家复刻一下吧。他的灵魂在于手抓着我的领带，然后身体跟随着摇曳。大家会唱这首《红色高跟鞋》吗？和我一起唱好吗？哒哒哒哒哒，哎，好像不是这个前奏啊。嘟嘟，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腕上散发
的，像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钢笔。刚才听到我们一个魂儿，哇，真的很棒很棒，气息很足，看来很健康，很健康。啪啪，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幸运箱了。嗯，我们还是整体往右走一点，好不好？喂，哎呀，谁来？哥哥，死这。嗯，嘉乐、然然，哦，有提到我们每个人呢，那我们就。每个人念一下有关自己的那句好话，好不好？好。想对阔别已久回归的嘉乐，刚刚达成50万粉丝的妍妍，马上要过生日的队长贝拉，很少提自己，我还好吧？自己 gamma 身份的笑婉，以及胆小的好女人，谢谢你啊，谢谢你还说我是好女人，以及胆小的好女人乃琳，说一句加油，还要感谢，谢谢你。谢谢你，感觉自从看了 ASO 我的人生也变得好起来了，一个好人会永远陪伴着你们的，谢谢谢谢，我们也会永远陪伴，谢谢，好起来，大家会一直陪伴我们吗？会吗？谢谢你们，哇，就是看到大家这样子的心愿箱，我真的会觉得哇，好感动哦！大家用心了，嗯、对、嗯、对。我们这次一个魂的心愿箱，我们其实有想大家会投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愿望，我们还在想，我们在现场一定要好好完成、哎。然后发现其实真情实感会更多一点，就像我们一直希望的，我们是双向成就的关系。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团舞啦，我们今天的线下也到了尾声了，我们是吗？大家听一下你们的声音，舍不得在说什么？哈哈哈哈，才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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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大家的声音这么大，我们一起来喊一下我们的最后一支团舞，好不好？它也是我们的另外一首单曲，3、2、1，2、1，超级敏感。那希望你们喜欢哦，我们来吧。你
哪个伙伴现在正在抽奖？嗨，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哎，小小龙，好过分！抽奖，抽奖，抽奖！你应该说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过分！哎，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你们的双手。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好配合。手机扔在手里。手机别掉了。那我们今天的线下活动就到这里啦，我们要为大家最后一次介绍我们自己。大家好，我们是 ASO。 那我们就只能说先跟大家暂时的说再见了。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我们的展台去打卡，我们今天到场的一个活儿辛苦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千万不要中暑，不要中暑。大家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知道吗？然后听听你们知道吗？知道了吗？专业。虽然说我知道我们今天确实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我们之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继续在线下和我们大家见面的，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好，我们是 ASO。注意安全哦，大家！多喝热水，吃饭，吃饭，吃饭。
心变得有点嗨，哦，都是你，看看看过来，我藏不起来，对你有的喜欢，对不住的想要和你一起变变真，偷偷的要要要你猜，哦，我的心过过过一半，剩下的让想确定你就在身旁，喜欢和你一起去玩的感觉有点浪，多奇妙。就在身旁，喜欢和你一起去变得感觉有点冷。